OK， 各位朋友，来来来来，好，继续来播这个珠宝展回来的宝贝。OK， 好。哇，这个三个款式一样，它是不同的宝石， 14K 钻石，这个 Color Sapphire 这个红宝，2100一条，都是2100的。2100一条，随便挑。就我们以这个为标准就好了。14K 13.5 克，钻石85，蓝宝石1234567八，估计10卡拉左右，因为它没有写，就只能 estimate 了。2100一条。2100一条，然后这个红宝也是2100一条。哦，卢比九卡拉91，对，所以梅老师的估计是差不多的，就十卡拉左右，都是9.99，哇，挺精准的，厉害不？哇，很接近。OK， 9.99，我就估计十卡拉，就是哇，佩服自己啊。哎呀，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是有时候准一点，有时候没那么准，就是因为每天二十几年每天都摸着珠宝，大概很多人说这个怎么样，哎呀，就感觉就珠宝的感觉，那种二十年练习下来的感觉，这个是感觉是二十年的经验，也讲不出是什么，就是经验吧，这个怎么讲得出来呢？你好像你比如你炒菜，你炒了二十年，你肯定有一种经验了。你做，医生做了二十年，肯定有二十年的经验。律师二十年的经验，是不是？你做珠宝二十年，这个卢比九卡拉194K 6.5寸，钻石一卡拉54，4500，啊，感觉上是挺鸽血红的。现在还没做证书，可以补一个证书，反正证书出来应该是窑烧的红宝，对，挺鸽血红的，非常漂亮。嗯，然后这个3300也是还没有做证书的，可以补证书。卢比九卡拉77，数据都在这里，也是很鸽血红的。鸭血红，上次那个跟香港人买那个，他就说鸭血红，哎，他那个鸭血红有没有这么红啊？好像还有两对，是不是啊？你能不能？哎呀，鸭血红拿来，这个我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播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公司。你个等着。对，客我叫客服去拿那个鸭，他叫鸽血红，鸭血红，不同的公司的，因为不同公司就每批货不一样，所以就是。哇，这小佛宫499，15到16寸，有钻石哦，鸭血红，1680，哇，很漂亮，钻石很多，1680，钻石 total 一卡拉60。三颗有50几，就这三颗有10几分呢，很闪亮，这很特别。Dingling 鸭血红，那这个就不同的公司的，所以我先，因为我们是每个公代理每个公司放不同的这个鸭血红，我们好像卖330，是不是？K 王已经没有了 ，K 白，K 白没有 ，K 王有，对，这个330，鸭血红、鸽血红，还是没有他这个红，对，18K， 都是不错的，那这两颗手链，因为那时候他这批手红宝特别红，平常没这么红的，对，这个已经不错的330。所以每一批的宝石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喜欢的话早买早好。这个是同样的款式，一个是
红宝，一个是这个红宝也是那一批，葛雪红那一批的，那祖母蓝宝也很漂亮，蓝宝一卡拉83，长度是16到18都可以，它有调整的，那这个就很好，16寸、17寸、18寸都可以。1080，蓝宝 ，OK， 这个是红宝，红宝就1180。这个是不是 Special Thai Garnet？ 哦，不是，这是 Tourmaline， sorry， 两个 Tourmaline 9卡拉98，我还以为是 Special Thai。这个现在是11月的宝石是 Imperial Topaz， 跟这个是 Chin， 就是这个是秋天的颜色了，1990。啊，这个是 Tourmaline Orange Tourmaline。这个简单大方的一个款式，699，星星699，可以17寸、18寸、19寸。那这个是一种，这个是大的万能靠，我看万能靠来的。才520万能扣，万能扣，这里可以打开14K 万能扣，哎，钻石也挺多的，可以17寸、18寸、19寸，它这个 design 就挺好的，你看17、18、19。好，这个花型的吊坠，哎，很闪亮，玫瑰花。钻石一卡的42，是梅花，不是玫瑰花，1680，梅花。嗯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，459。钻石14K。可以16寸、17寸、18寸调整。你看这个花，这个是玫瑰花，玫瑰花 rose gold 也是玫瑰金，18K 玫瑰金，钻石一卡拉多，1200。嗯，这个是星座 Leo。这里老板这里没有买那个硬币。888，钻石还没有钻石，它有各种的。一块钱那些。一块钱那个小的。我们有那个银币啊，那个门大头啊，这些硬币，那个一块钱的。有总统币的。这个 size 6.75，这个就不好改了，这个很特别的钻石，很特别。才499，499，很特别的。它也不是软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戒指。那这个也是一个，万能扣，打开就880万能扣，17.25寸万能扣。那这现在很流行这种链子，这个16寸链钻石，999，漂亮，990。这个也很特别，松石799。18K
特款松石，松石这种试剂真的很少见，799，漂亮。这个很有试剂感，然后性价比很高，590。14K 钻石，这个好像流苏一样，硬的流苏，好像薄布不勾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泡，哇，1999，钻石一卡拉61号，7号，可是比7号大都可以的，因为你看。钻石很亮，整个设计都非常特别。这个祖母绿，3880。M 楼3卡拉51，钻石很多，钻石1卡拉93，相当不错。有了，那你加了微信，可以补一个证书，证书出来大概就我们保F2 了，如果 F1 就你就赚了。然后这两个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清新，这个1080两个 pairship 53分，这个瑞士之后瑞士打动的，就是大家看到平常钻石都镶了很多，这个就是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们，就是因为它没有镶那么多的，就是只是打一个洞，用雷射打洞，因为普通你没办法在钻石上面打洞，因为钻石是最硬的，全世界所有的万事万物钻石是最硬的，普通的东西在钻石打不了洞了，这个就是用雷射打了，然后再用金镶起来，所以这个很特别。1080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999，这个也是雷士最后啊，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风格，你看很小清新。这两个，这个是两个 yellow diamond 的 ，yellow diamond 非常特别，才999，是很漂亮，你戴了没有人跟你一模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款很少人能做出来的。这个是新型的才520，新型你看24分新型，因为新型本来就很少，很难配对的，凡是新型都很难配对啊。这个也是两卡式47分，就999，因为新型都是贵，999。这个就1280，52分，1280。然后这个520，哈希15分。120很超值。几年的了？就那个小桃的那种，那个什么？这里还有一对，还有一对。就是那个旧的这个。Yellow Diamond 53分，1080，这是 Laser Drip Hole， 一共有3对，大家可以选择，很特别的。那市面上你很少见到有这种 Laser Drip Hole。这个1950。那这个钻520很超值。然后这个也是3颗小清新499。3个 pair。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一个心形一个圆形799，哈希17分26分，很特别，就是很小清新的，很款式非常好的。然后这个，那就是3朵花，这个钻石1卡拉80多，18K。2500，因为这些都是很高质量的钻石。Pairship，这个3300，钻石加起来是2卡拉多，
有 Marquee Pair and Run 两卡拉多啊，3300，这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，非常特别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一节就介绍到这里，大家有兴趣的就请订阅频道 Jay 微讯，谢谢大家。